双溪是张秀兰的娘家，三年前回来接受访视后，就积极关怀家乡的亲朋好友。新北市双溪面积146平方公里，人口3800多户，面积大，人口少，再加上了地处山区，工作的机会不多，年轻人留不住，大多是走不出山区的老人。张秀兰不止一个人服务乡里，连同爸爸还有先生都一起帮忙。这个是我同可爱的阿爸，同少年的，啊，这是我孙兄。你怎么回来？无话说啦，真笑啦。爸辈为长啦，拜三访四哦。啊，怎么今日甲你的代志拢办到满满满安尼？拢办到满满满。所以伊比上加无用。妈妈生病往生当下，其实两夫妻已经40-50年的感情啦，说实在，一定会不舍。妈妈以前嫁过来那么辛苦，啊，后来又因病而亡，她觉得有点愧疚妈妈，所以都会看着妈妈的相面，都自己擦擦眼泪。其实我们看了，知道爸爸在想念妈妈，很不舍啦。爸爸接引进来，让爸爸精神上也有一个寄托，啊，让伊甲咱。等于你看，咱三个做伙拢有一个共同的话题。四点外的精神都起来。其实真的在走慈济，让我家里改变最大。让我的家庭，我师兄大改变。他一天的人工五砖，一起细砖。他只有真的只有酒不喝而已，他什么都会。他都这。规工就昏加吊吊，冰冷啊阿伯啊，去到工地都是阿伯啊。我就讲讲，你会当小改，可是他在那种场合，咱嘛讲讲袂听。啊嘛，真正足感恩我的家人，我哥哥的帮忙，我嫂嫂，我兄弟姐妹啊，呢，我姐妹到庭，让我一路这样撑过来。所以我走房市这个区块，我真的我也希望我们慈济能够帮他一把。可是他自己要站起来，不是任何人可以帮他，是要靠自己。所以我都勉励我同学，还有一些感恩户的年轻辈的，我说哈，咱都要个笑脸，爱个站起来，不要放弃。你一放弃，等于放弃你自己的一生。我现在不会的，我刚刚进来，我本来我家里想不等。妈呢？同学，咱个少年呢？咱老咱个一代无语呀，咱袂采去耽误，去讲啊。发现他很有这个能力哈，阿哥嘛伊有迄个爱心，啊对人都很实在的，好，他又看到人都笑。笑眯眯的，又很负责，所以我认为交给他一定没错。其实我很少去跟人家互动，可是我会慢慢看，也是从医院志工这第一步踏进去，那个花莲那一次，妈咪的真的自私的，来吼我啊！我真正的踏入了那一大步，让我走入说哦，怎么去？医院志工怎么去跟那些大德去互动？美芝师姐告诉我，师姐啊，你今麦袂当去，有我甲你找啦。我谢谢哦，我有你哦，我们双溪，你讲我甲你找啦，你今麦身体不舒服，我讲我有啊，谢谢你感恩，啊，我都不白笑啦。师姐讲，我讲你爱去，妈妈这里快。我大家足爱呢，好，莫让当人啦。妈妈把那个平心，还是要你去。你出去你就知道，好，我们去当志工的乐趣在哪里。好，啊你就会，你就会去冲。啊，那无你定啦，无出来，
你体会不到。哎，然后他就充一次，哇，充电他好充的，头一摆充电哦，进步足济，我就足欢喜。我哦，其实第一件，哎，第二次呢，会出来，啊个哦，这个很不错。虽然伊拢讲我牵你行，其实是他在陪我，他把伊的一挂配布拢偷偷加教，所以我其实对妈咪讲，我是也想着讲，我即马家己妈妈往生了，我唯一能说就只有我们这个无粉妈咪，我真的把她当成我的妈咪，我希望她能够永在，我每年都能带她去医院治工。我发现她这个哈可以靠得治疗，我这样传承给他哦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就想讲，安尼哈，这样安尼，我都免阁烦恼哈。啊，真的，我有传承了，我就足欢喜了。